各位观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在大法古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那谈完了怨恨呢，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执着。什么是执着？执着跟固执有没有不同呢？执着又有什么不好呢？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首先能不能请师父跟我们谈谈什么是执着，好不好？执着可能是固执，也可能不是固执。执着的意思呢，就是放不下，非常在乎，非常的介意，不管是对于观念的也好，对于人也好，对于事也好，对于东西也好，如果非常在乎自己的想法看法，或者自己的立场，或者是自己的态度，以及呢自己的这个身份，只要是跟自己相关的任何事任何事、任何物、任何人，乃至于任何观念你很在乎的话，就叫执着，那就跟固执又有关系了。是，那不一定是有关系，但是呢，也有的是有关系的。他们两个好像很难分得很清楚。有可以分得清楚啊。是，对固执的话呢，就是说我的意见，决定要这样子做，任何人呢，不能够改变我的。我的想法就是这个样子，我的做法就是这个样子，任何人给我建议我都不会接受。怎么样子叫我改进，怎么样子改正，我认为我自己是最对的，这叫做固执。这是固执己见。执着不一定，执着的意思呢，就是心中牵牵挂挂的，放不下。有的是执着爱情，有的是执着名位，有的是执着利益，有的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呢非常在乎的，在乎自己的这个帽子戴的怎么样啊，头发梳的怎么样啊，脸上长了个什么东西啊，这个任何东西都非常在乎。非常在乎的人蛮痛苦的啊。样样东西都很在乎，那这个人就是经常在紧张中，经常没有办法把自己休息放松，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病啊。所以是在佛法来讲执着是个我的，以自我为中心，非常在乎自己的厉害得失，以及呢自己的存在或者是不存在，那还在乎人家对自己的想法、对自己的看法、对自己的价值观念，这个不一定是执着，不一定是固执，就是希望人家知道我自己，非常在乎人家有没有知道我自己，或者是呢我非常在乎，就自己非常在乎这样这个这样的事、这样的人，他们有了发生了什么事了，怎么样了。比如说一个母亲对他的孩子不放心，孩子小的时候不放心是有道理的，已经成人了，已经结了婚了，甚至于孩子也生了孩子了，老是还是把孩子当成了小孩子一样的看，怕他出门的时候呢，这可能这个走路不小心有可能的衣服穿得不够暖孩子已经做了父亲了，但还在把孩子当成孩子来看，这也叫做执着，非常在乎，就 是。可是师父，执着是不是也有好的一面？因为我们常说择善固执啊，如果一个好的信念，我们很执着的去做它，是不是也是好呢？难道执着都是不好的吗？这个执着两个字
不能够把它解释成为毅力啊，也不能成为，不能把它变成解释成为意志。嗯啊，这个意志是毅力啊，意志啊，恒心啊，所谓决心呢、啊，是另外一回事，而不是执着。你就坚持着自己的方向，坚持着自己的愿力，坚持着自己的努力的这个方向，或者是呢这个条件，那很好啊。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志向，而且呢持之以恒，这不叫做执着。那有很多人叫做执着，把它也叫他执着，也那如果一定要叫他执着，那就是这种执着是很好的。所以就是说执着跟这个师父刚刚解释的这些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执着本身是一种在意，过分的在意的话，就像师父刚刚说的，会让我们常处在痛苦里面，不能够放松。执着就担心，执着就是在乎。如果是这个意志力，那就是持久，不会改变自己的方向，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心愿，这非常好的啊。如果你要把它解释成这个好的执着，那也可以的啊。是。我们一个人呢，人不能没有没有志愿，人不能没有方向感，人不能没有毅力。有的人说这个也就是执着，那应该就是说这个是好的执着吧。那如果说是执着的根本没有道理的，只是执着的让自己痛苦，让人家也痛苦。比如说我有一个这个在家弟子啊，他今年已经50多岁了，他的母亲是80多岁了，老是把他当小孩看。本来他母女两个人住在一起的，这个孩子啊出去只要1个小时、2个小时没打电话回来，这个妈妈就要打电话了，这个太痛苦了。后来就干脆就把他的母亲啊送到老人院去。那这样子一来把母亲送走了，好像也很残忍啊、我说眼不见为净啊，可能还比较好一点。谢谢师父开示。那么根据师父的解释呢，执着跟意志力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怎么消除执着呢？欢迎你下一集继续跟我们分享佛法的智慧。